这个就是红烧鸡是吧？对，大黄炒好以后，然后再收汁是吧？对，还有大黄炒，大黄炒。在什么地方呀？是红烧鸡。我到底在那个小点上那巷子里头呢。就说在那边是吧？啊，对，到那么，到那么对，那么去那个巷子里头。在那不在路边的，在哪巷子里头？你从那边它有牌子。从那边拐一下是吧？这个生活区里边，走了五多个巷子，是不是？现在有个牌子放到这个生活区的巷子里。他往里去，里边的大院里嘛，应该在。找到了，现在是早上的9点，今天已经出发了，在这个大院。这个就是红烧鸡嘛，对。大黄炒好以后，然后再收汁是吧？对，还有大黄炒，大黄包，有咖喱的。还有其他味道是吧？有麻辣的，麻辣的，咖喱味的，还有这个红烧的，三种。红烧的，这个一锅就是一份吗？一份。这一份是多少钱？45块钱。45一份。这一只鸡大概有多重？30多斤。什么油？瘦油。瘦油吗？瘦油少的钱。这个人家一般七八十份，七八十份是吧？一到就是一下午时间。对，我工作到，其他都卖的多。啊，把一个一百多块，是吧？现在碰到这里面一个都轮不到。对，这里面确实不好赚，你看，找不到，附近的一个都找不到。那可能找不到。对。现在太费了，每人来接。现在就是你搬到哪，他们会找得到哪，打电话来订是吧？对，打电话订，打电话订。这些都是打电话来订的，等会来。差不多年了，看早上里面太香了点，不想干了。我工作的问题。好像我的真是，原来给上面土地负责，你就说超越产业证，上北大的。没有证。对。都没了，两年。啊，一人一两年就去了，每天都这样。哎，那也很辛苦。下冰箱就好了。哦，放冰箱就好，那就好，就是说今天的。这个用的是什么鸡？土大鸡。土大鸡是吧？对。这个加的是一点，也是另外加的。对，2块钱。2块钱一份。我看很多都加的。对，而且加东西也多，这也好吃。对，这里面都是今天提饱的鸡。鞋有没有其他能加的呢？没有，我们只能加鸡。你要吃别的鸡蛋，带起来。反正做肉菜是鸡蛋。我们很多，我们要吃鸡蛋。咱们用筷子。不用讲了，免费送的。啊。他这个是自己带的，不用说。对。不一定能点餐。对。你们是经常来买吃是吧？还有网红啊？他对，我吃啊。网红呢？我经常都是买他的、啊。经常。这个肯定好呀，我还能做得来吗？我不要喝了。干嘛这个用吗？我这个你放心，在哪我都吃。你那个是专门烧地锅鸡，用的那个柴火锅煮的，我吃那个。哎，地锅鸡毛，光吃都没这个好。好，马仁，很大一份，很香。它那个鸡很嫩，肉很香。不像有的鸡吃过以后，它那个肉很沉。它的肉挺有筋道的，很弹性。
45余份，这么大一份，一般像三个人吃，我们今天又买点馒头或者配着米饭吃，肯定很下饭。说他这个鸡都是每天凌晨起来以后现杀现清理的现做，因为鸡不能放冰箱，放到冰箱以后冰过以后再拿出来就不好吃了，味道就不好。再配点我们买的这个馒头蘸着鸡汤，吃得很香饭。它这个味道呢，就是辣椒的香味，还有葱蒜姜的香味，然后还有鸡肉本身红烧出来的一个香味，很有特色。想想这个它的鸡血，鸡血也很嫩，很香。2块钱一份这个鸡血，加的也挺多。我们两个人这一份啊，一个一块吃完了，很香很下饭。它这个位置就在华南的这个化肥厂的生活区内。这边有一个美食街，比较好找。但是呢，美食街好找，他家这个位置因为城管管搬了很多次，现在位置搬到一个好像巷子里面进，巷子里面进了以后还要再进一个废弃的大院里。其实位置挺偏的。